下面是王玉祖书的下一个问题。现在进行这个人数行动，用如何制造什么地方美学，什么地方不美学？这个问题是实实在在的说，安全不安全都在身外，在内心。内心清净就安全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安全。身心不清净，你就没有安全地方。啊，为什么大乘经讲的这么多，讲的这么详细？所以我们要能记住啊，要能应用在生活上啊。经上不讲的清楚吗？一切法从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啊，这块大地要沉到水底下去，你的这个人心是清净，你能转这个水清净，旁边落水了，你让着这个大地出来了，哎，变成小岛了。你不能得的啊！你有能力改变的，实实在在的，大地发生什么样的状况，都是人心感应造成的。啊，都是贪心太重的心所来的嘛，嗔恚心太重的所上的法，现在差不多。全部产生其实全部性产生，所以所有的人要知道，如果开始起来了，马上想到这个地球海水上升，谁造成的？你的贪心造成的。啊，一小小不如意，马上发脾气，这是温度上升。如果有这种警觉心，这是因果，身心因果，他就不敢，他自然会控制自己。啊，尤其是现在呀，心里不平，更高我们的地震了。啊，佛在那里经常讲的。啊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一点不怀疑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讲的宗教的原理，这个宗教是我们心所想，我们所思维，明显的是心性，所想的是。能变的是意识，意识什么？妄想三个基础。啊，因为有妄想三个基础，把一种法界变成十八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道，十变的，十一个不善。啊，性里面没有善。啊，就在十法界里面是，四圣法界上面两层，佛法界、菩萨法界，他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所以那是净。下面两层，明觉法界、声闻法界，他们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所以也算是净土。
有分别是什么？没有想过。宝道里面呢，那就是有执着，有执着，它就不是净的，坏的。还有两物，两物里面有相，有我。所以相是上相道，我是相我道，这搞清楚啊？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相相？相相的根源啊，都是从心性开始的。啊，我们的本性本善的，更要知道，本性本佛，本来是佛。啊，我对佛菩萨不相信，不恭敬。佛菩萨对万分的恭敬，这个东西不是假的啊？为什么？诚信恭敬是信的，见性的人他性格完全相信，但他真的你不知道，为什么这样？你非常有大信心感受。起作用的是烦恼习气，凡圣差别如是而已啊！请大家不要去找什么东西，你的心清净心，你的善心善意。看到天造人合的那个，就是时时刻刻想到断一心